地形变了。这边地形变。急流的地方有里，那里有里。试着调查这里看看。怎么钓到鲫鱼？怎么钓到鲫鱼？又是鲫鱼，神奇哦！又是虫，又是鲫鱼，不会有。回声。
小心开。什么东东？那鱼类。
哇，超级大的啊，很特别吧？哎，放回去。红色的钩子被拉开了，鲫鱼都有受伤。现在把仔细挑一条这个金鱼，现在把它放到这里过去。过去这一条金鱼可以活很久，一般的鲤鱼三四十年都没问题，甚至一百年。好了，算是这个不错的收获。那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Hey.